马师弟好，马姐好，马姐好，哇，熊海林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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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林好，唱的太好了，你好你好，我的你们两个，我们合音还有我们俩都把声音尽量放出来，把你压掉你们声音，对对，怎么样，压的还好吗？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人家我们俩很久没有唱歌，第一次唱歌你就这样损我们，我没有损你，我们只是把事情告诉大家，你叫大家，观众，你叫大家把音量关掉，光看画面就好了。我在家里十几年没有上台了耶，第一次唱歌你干嘛，人家都洗衣煮饭呢，那么久没上台，难怪退步这么厉害。人家以前在歌坛就不是靠歌起家的，对不对？靠美色。对嘛，是做的这个。我们你怎么这样讲？人家我们很尽力耶。哎，我们刚刚形容里面多好啊！啊，对啊，又是什么天后、天后、天后宫都在你们家里，看看。对啊，不过这个他们两个的这个演出啊，就是给人感觉很温馨，对，很亲切。他们两个为什么要一起上电视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们分开不能上啊。讲的什么话？因为两个听不出来到底谁唱什么。这个所以说啊，这个我们国内很多什么什么姐妹花的搭档，他们两个是最新的。对啊，我们新人嘛，今天第一天出道。甘蔗姐妹，你看。可是两个人，我觉得刚刚都没有配合到舞蹈的部分。哎，对呀，还顺着你们说是动感，你看看。不是。刚刚有很多那噔噔噔噔，你都没有动作，还在噔噔噔噔噔，还这样跳。不是，你看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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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腰啊。裙子拉，对呀。喂。这样会变下流的嘛？你知道那种有他们那种表情，都万一再不对的话，变得很非常那种，因为观众在期待啊，很猥亵的感觉。不会的，那感觉第一首歌唱完已经脱掉两件那种感觉，还穿这么……没有，以前我们在现场真的是像凡儿讲的这样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两个也是很敬业。我们今天很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对，六点钟的通告，我们4点钟就来了。等到现在已经午夜12:15了，拜托。哎呦，我们是想来先跟舞群排一下，等一下有更好的演出。可是没有想到呢，舞群太忙了，一直没有时间理我们。对，因为刚刚贺大哥讲嘛，所以你们还是回到店部就对了。不是，你们应该有些 pose， 比方说你们以前在秀场的时候，不是很多 pose 吗？对啊，那个要排练，至少要两三天嘛。那你们最起码一个是对你观众要把你们服装做改变，就每一段歌，脱鞋。对呀，哎对。如果这样觉得还慢的话，干脆剪到石头布比较快。跟他们二位差不多有十几年的这个20年的交情都有。有。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熊海林，他是一位亭亭玉立的一位少女，对。哎，想不到现在他儿子19岁的，你看看。哎呦，现在是亭亭玉立的欧巴桑就对了。不过你不要看到是没有啦，小孩两个都没有老哎，我发觉你对呀，只有妊娠纹呢，你看看谁有妊娠？你怎么知道？鱼尾纹呐啊，看到哪里去的？脸上有长妊娠纹的，所以还是非常的漂亮，保持得非常的棒。是是，那马士力不用说，马士力真是哎历久不衰，奶吞眼哎，你干嘛？看你这天天砸波饼，又历经过那么多男人，到现在你看还保持那么新鲜啊？是有放在冷藏库里面，由于非常奶吞体力好啊，对呀。你妈的，狗！你马斯利个鸡嘛！这么多年来，你看什么时候有绯闻交过什么男朋友都没有啊？对啊，对呀，不要那么乖，他都是秘密进行啦。对了，每次现场都来他的。哎呦，我发现你好像，我还有什么东西软软的压了我一下，吓我一跳。我最近很久没看到帅哥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你的老花眼更严重了哈。对呀，这个他会很用心。他特别找了以前里面的画面。哎呦，以前很丑哎！你现在就好看吗？讲什么话？哎，我讲真的啦，现在真的比以前好看。现在有韵味。对啊。不是因为你现在看以前的打扮，都会觉得很怂。可是以前每个人都扮成那样，不只是我们两个，什么林慧萍啊，什么也都是头发吹的这样的那种。对对对，都是高高的。我刚才听说熊婉玲这块头皮都刮了6小时。等太久了哦，哎，特别塞多了。来看看以前哦，因为扎吉的歌舞秀又怎么样？来看一下，为什么他们都不找你去看？有啊，有人要帮我去看电视，我不要去吧。你赶快介绍我认识，我去劝他。劝他干嘛？死了这条心。您跟你男朋友走在街上的时候，突然碰到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您跟你父亲来散步啊？”没有啦，他是我表叔啦。哇，还可以。以前的一些画面，就看起来就觉得他很可爱，很天真啊。嗯，其实那时候很年纪很轻的啊。其实我发觉现在比以前更漂亮，
两位都是。你看马斯，你受得了你以前那个样子吗？真的受不了，我告诉你，每次你还说人家林慧萍头发吹什么，你自己就吹那个样子。我的意思说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吹这样，所以也不觉得很奇怪。对。可是现在你再看到自己那样，你就觉得很奇怪，觉得很丑啊。所以十年后你再看我们这个节目重播，还是一样。对，其实女孩子看过去的画面，会觉得以前很土；男孩子看以前就觉得很帅，因为那是很瘦嘛。杨环那时候还有这个样子，对，还有一个绯红齿白的，哎呦，像小白脸一样。我们刚刚还在跟熊讲，杨帆以前真的是漂亮到女孩子都没有她漂亮，而且男人都喜欢她。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漂亮，你要说我娇艳。哎，她真的可以用娇艳形容，因为她皮肤又白又细，然后嘴巴红红的，对不对？红唇齿白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哎呦，你妈妈还有，而且这个小头好高贵，这种尊重夸奖是吧？什么话嘛，这种娇艳。贺大哥年轻也好帅呀，真的帅。你不要说我帅。说我很妩媚，我平常讲是那时候我们看我们是以前的一些镜头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表演很认真啊。秀场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起码每个艺人都很认真。那么这几年一来呢，我们肖海玲在干嘛？在家里面就是相夫教子。哎，对呀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孩也大了，现在对呀，念大学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在两个都在美国，一个19岁，一个14岁。以前你生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是喝母奶还是喝这个牛奶？不，我想了解一下，因为他身材保持这样，我们要知道一下，请问一下。喝牛奶。哦、真的、啊。对。那就好了，这边这都是关你什么事啊？那就好了。东西常使用总是会有折旧，对不对？破损之类的。母爱是最伟大的，真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可是因为以熊海玲来讲，她根本就是可以不用在演艺圈再出现了、啊。真的吗？经济状况什么都很好，自己都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。啊、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节目有她的魅力存在。嗯，马士力的交情今天又上我们节目，对啊，我们两个这么好笑的歌声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们要的。马士力的出现是给我们观众一些 balance， 一些平衡的用的，懂不懂？对呀、啊，有时候就是哎呀，几个礼拜下来，每一周都是来的很会唱的，观众会怕说，哎呦，他们自己不敢上 KTV， 可听完之后，叮咚嘛，去了 B 卡喉舌，就变成这样子啊。我这样，哎呀，我们两个要来唱歌，我们俩压力才大呢。对呀、啊，在排练的时候已经吓个半死了。这样子，刚才合唱嘛，拆开来好了。哎，对，一人来一首，好不好？都是在秀场里面，看谁是热门的。可是到底哪个混的南国先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混日子的，看看来谁。安排一首歌，马士力唱什么？啊，热情的岛屿。哇，这真的好笑，这首。哎，那熊海玲呢？熊海玲，我唱爱情陷阱。哦，就是那个阿伦唱的、哦、阿伦唱的。后来曹曦平改成那个。你唱阿伦的好，唱阿伦的好，唱阿伦的好。为什么？哎呦哇！哎呦哦 ，ending pose 一道戏耶。小妹，我当当后。成功啊！这唱歌会唬人，你讲陶杰轻按了摩擦，但是最好是 ending pose 一定要厚啊 ，pose 一定要漂亮。对、啊、哦，跟舞裙的搭配真是完美的演出啊！你知道刚反而多坏吗？啊、你刚这边跳这样扭扭扭，然后下面就杨帆就趴在地上。不是，对，太主动了，主动的教养。对，我知道有两位，我里面都穿了安全裤，马儿也穿了、啊。你跟我们想法一样，我们两个也穿安全裤啊。我们最新的科技，我们也会害怕的。我们麻将都看得透，我还怕看不懂这个东西。哎，还有这种感觉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、啊、可以回味到当时在秀场那个文化。扎吉亚的秀场一定要有这种表演，嗯，带着舞裙专属的舞裙，我来表演一整套的节目，一件一件衣服脱，哎，美女秀等于是在这个歌厅呢、啊、餐厅秀里面是暖场用的。让有些这个男性观众的血脉喷上面。其实我们今天还算是比较保守的。保守对。对，如果是我们平常，当年的话，开玩笑，脱的只剩下3点。哎呦，哇！我没有啊。但是他们只要脱到3点啊，那个主持人都穿丁字裤陪他们、啊。后、哦、我们经常就是卫生纸一搓出来访问他们。对，鼻血流不住。我们真的跟他们两位的交情真的很深。对。嗯，尤其我跟熊海玲、马士力，我们都同一家唱片公司，东西都同一家唱片公司，对啊，众一唱片，众一唱片，可是我们不是，他也有秀场，你是在里面采购的还是干嘛？喂，人家除了出唱片，当然也有秀场的合约、啊、秀场的合约嘛，我不是唱片合约，我是秀场合约。众一唱片的时候是吧？而且他们两个在众一唱片的时候，还曾经被配成歌唱情侣。哎。我配过，但是后来杨凡觉得我歌唱的太好了，跟他不太配。其实那个时候真的熊海玲的歌也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，因为他常常唱歌唱不到。我们听不太懂，没有像现在这么好。
他现在这样子叫好、啊、我现在进步很多。以前他唱歌第一句我们都要在后面帮他唱，因为他抓不到 key， 一点都让我糟音了、啊欸、你敢嫌比较无力，你敢怎样，你后来你就嫌总统的，对不对？互相帮忙啦，对呀、啊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就有这个特色。像熊海玲真的会稍微有时候作秀型，现在噪音嘛。那马士力唱歌是没有技巧，不是这个还没关系。他们最起码呢，他们敢这个勇于是拿麦克风呢，把自己声音表现出来。有很多那所谓的那种的美艳巨星，他们唱歌是用合音带唱的。对啊，人家我们很认真，至少他们最起码自己唱上。对，以前我们访问过有很多演员，他们自己上来麦克风也没有开嘛，就。合唱的，跟着后面这样唱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至少我们很勇敢啊，我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啊。对啊，上少级别音那个无夹甘夹出来唱。哎，我讲我讲，我们上班，我们会关心那个黄歌星，他换衣服的时候，就是把那麦克风摆在钢琴上面换嘛，对。那出来，快该你的，一拿就拿到孔刚，还没是开关，跟着甘蔗拿出来唱。哈哈哈哈哈。秀场马士力有没有遇到在秀场有没有什么个人的一种特殊笑话？有没有？个人的就是在台上摔跤啊。因为以前大近视，对。以前那个裙子是那个常常会有那个长裙，然后削纺纱的那个，然后那个舞台只要有纱的上面，你一踩就很滑，就摔得四脚朝天这样。哎呦！对，那还有一次是上台忘了把眼镜拿掉，因为以前真的大近视，然后在台下聊天，我就戴个眼镜跟他聊天。那突然间就叫我上台，我就上台，然后我还摆出很美丽的 pose。很性感，然后觉得奇怪，今天台下怎么看这么清楚？然后为什么观众都一直在笑？然后才一摸，眼镜在脸上，然后拿下来塞给别人。哎，没关系，曾经被人访问于天呐、啊。反正他可能太累，他穿的裙子很长，他里面穿凉鞋，没有，就把鞋脱掉。啊，对，脱掉就在地板上，然后脚还搓香港脚，没搓啊搓的，唱出来。好，那接着现在唱什么歌啊？于天啊，什么歌啊？掌声鼓励，他走了，哎，拖鞋摆在上面，没有。对。然后于天，你穿困了。踢到观众那边去了，对啊。我还记得不知道是哪个歌星哦，他到后台换衣服歌舞秀嘛，很快再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裙子上面勾了一件胸罩。胸罩啊，对，是谁？那好像是白冰冰啊，冰冰姐。是白冰冰吗？对、啊、好像是。因为冰冰姐那一天哦，刚刚好录影的时候啊，刚好去做秀的时候，有一点晚了一点点。那她穿的牛仔裤嘛，哎，冰冰姐瓦力啊，啊，娃娃背裤啊背裤啊，她一脱是连内裤一起脱下来，那也就算了。她就赶快把衣服、啊，那因为去她那边以前的一种礼服啊，那种蓬蓬裙的礼服，本来里面就有就做胸罩，所以你的那个内衣就要拿掉了吧，哇，就是把内衣这样一丢，就勾到那个蓬蓬裙上面那个亮片网子亮片的那个，一出来的时候就挂两个眼睛在那边，几百千万塞在鼓啊。所以说我们就要回味一下，其实当时有时候作秀的一些，刚刚其实唱的歌就已经很秀场了。那有爱的羽毛专利属于我和你是什么东西？羽毛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一个东西啊，嗯，很多女生啊的睡衣，或是说她的睡衣的鞋子上面都有带有羽毛。哎，听说男人看到这种羽毛的时候，会引起她老公的一些那种需求。对，哎，是因为那个对呀、啊，那个男女还没有发生过之前，她穿什么都好看。你发生完之后，她的步态都很难看。这倒是真的，原来是贺大哥的心情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是把男人心声说出来的，所以说我们听听看你的歌了，好不好？马士力也有歌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最怕你唱两首歌，《我的一颗心》跟《样样可爱》，你应该不会唱这个歌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人家会变嘛，特别来安排一首。不是啦，说到唱片，因为熊小林以前是个人出了一张专辑，我有出过一张合，就跟陈一郎合唱过一首歌。哎呦，哇，跟你合唱的还要早走嘞。哎呦，这是跟他合唱八次不够的，还真是挂了，你看看。贺大哥，你如果哪一天你想不开，两个合唱一首。哦，我算了，我还是算了，我主持就好，不用唱。又不关我的事，人家他那时候跟十二个女人合唱，哎，以前都流行一张专辑找十二个女生来各合唱一首歌。哦，陈一郎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跟陈一郎。哎，我记得他跟很多人唱过，可是他有跟你唱过吗？有啊。我可能那首是唯一没有红的那首，对。没有啦。哎，那你今天没有陈一郎怎么唱？我自己唱啊。其实这一首歌是以前是方瑞儿唱的，而且唱的还蛮红的。后来陈一郎是把它选出来，在做合唱的歌曲。哦，这样子，好的，一个人也可以唱就对了。我们这个可是这歌是台语歌哎。我要紧的，我要紧的。你唱什么语言有关呢？你声音本来就调调，咱唱歌都无啥特色。你是靠外形，你不靠歌声，你歌声才特色，对不对？你扮恁安尼安尼自暴自弃嘛，对不？对啊。我你安心啦，你唱陈一郎的歌，伊甲你保庇啦。
歌里底这条歌，我感觉你唱上好。真的、啊，人家我歌唱比赛出来的耶。啊，这首歌一唱，我真的可以打分打了85分，真的。谢谢。但是满分是300分哦。喂，一个歌手扎基哦，拢是歌唱比赛。对，我歌唱比赛的我都来打入这些音乐。选美比赛，而且听说马世立曾经在歌唱比赛拿到第二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两个人都拿第二名，你看看。这个怎么两个人？那最后冠亚军的时候嘛，这样。人家是亚洲歌唱比赛啊，嗯，台湾区第二名，在亚洲戏院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啦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出道都是进歌唱比赛的。杨凡跟我参加同，好像是台视还是中视是吧？台视。他出在新人的歌唱比赛，出在跟我是排在我后面的。真的？我那是不要。你也参加过比赛啊？你眼睛用两个问号看我，用两个问号在看我吗？我不但问号，我们都很好奇。我们参加歌唱比赛，我们参加过100多个歌唱比赛。对呀，没有杨凡歌唱比赛我们知道啊，可是贺大哥有。我是被录用，他被刷掉的。真的？这是实话。我当时他，你当时唱什么歌？那他唱了《蓝与黑》，嚯，那唱歌非常的有那种味道，味道好棒。但是最后一个音呢，曾杰所唱丢冠军，我一摆就是安尼比赛丢冠军。每全部的呢，女生的第一名，我是男生组的第一名，可是我是变排行第二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那个百货公司里面举办嘛，哇，他可以买票，就是你也可以买衫吼，衣衫上你一张，你就使个弄，我拢袂晓我个名啊吼，毕竟那幕啊，刚把了台掉。唱作俱佳，这个点唱的这个巨星的，就像这种，要有这种分量，本身能唱。什么歌都难不了他，对不对？宋雄主要是以手臂来的昂的歌真济，青菜两条了，并不强求。你看，在我们国内那么多实力派的歌手里面呢，我对叶爱玲呢，真的是他的歌曲，我非常的崇拜。啊，只是崇拜，他是我的偶像啊。哎，因为呢，她这个女孩子个头很小，可是唱出来的歌呢，嗓门又大，哎呦，转音又特别独特。是啊，哎呀，那两个电工唱歌大棒，就算讲这种的，大脑康的这种。对啊，吼，今天的造型又特别很好，是的，哇，看打破了，跟他刘文正赶快哦，我第几丁博啊，小号的刘文正，吐桃一样。无啦，这个这么爱修改改变造型哈，这一直很中性啊。其实我们跟叶爱玲算是我们相识多年呐，啊对。从他那时候呢，我们都在西餐厅里面呢驻唱的时候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时候叫叶美娟，对，还没有成名之前，江蕙以前叫江淑蕙，嗯，江淑娜，没有，那个杨宗福，杨宗福是杨烈嘛，啊对对，啊杨宗福，对对对，所以用艺名，大家已经早期弄个艺，今嘛弄个艺艺名，其实早期像贺大哥其实也不叫贺一航，曾新明，哎曾新明，新明那个跟小学老师的，哇杨凡的更不得了了，陈景亮，哎景亮跟。不聊天了，阿健啊！我今嘛陈景亮这个名不得了，遇到起三温暖来电哦，大家拢知我叫做陈景亮，因为在油鸭部很红。喂，是啦，因为你今嘛卡电话，另外你也要广播，你讲杨凡的巡人讲，你真臭屁，规工拢你的电话，阮某刚才有迄个恐怖迄个脱发呢，哎呦，一点钟啊，你可以玩使命扣用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我刚刚电话陈景亮，请接二线电话。我刚刚有当，大家拢知影讲，我就惊无完了，所以我就进门就拎水滴来滴，跑进门来滴，啊，拄啊咧广播陈景亮，我都无听到，我一个无熟悉，从来唔捌看过，迄个呢哦，面色青光光，走过来边行，紧恁某卡电话来啊！这叫我接无到，等下又反悔了。我是武则天，就那刚才你讲咪假恐怖呢？我某伊阿玲冇真熟悉啊。对啦对啦，伊某其实嘛唔讲真切，但是伊就是足惊某，小某啦。对啦，你是用钱出啊？你睇下咧安尼。唔系什么用钱出，用感情计到底。感情到底咩？对啊，即嘛两个囡仔老爸，你也想看嘛？伊阿玲真了不起。伊个囡仔有一嘛是跟我到恁堂，有一阵啊到恁读工嘅学校啊。对啦对啦。你较牛啦。啊，无影啦，阮个囡仔未使，讲考伊就。中文啊，用一摆考等来讲零分。伊拢读起来外国学校嘛。对啊，当然嘛，中文不错。但是有一天哦，阮的囡仔等来欢喜要要死，讲伊今日考62分。有进步啊！有进步哦，欢喜要要死。哎呦，赢不我的讲62分，现在都一样，下一都一样。你讲妈妈，你看62分。嘿，赢不我讲，嘿不是62分啊，嘿是6月2号了。阿娘喂，吼，嘛是个考零分。听讲恁囝蛮认真啊，读书呀。哎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其实呢，每一次都考得很好啦。哎，刚刚有一摆啊。有一摆，因为我出国嘛，出国那个功课没有盯好啦，有一次小考嘛，小考
国语哈，诶，跟他扣扣五十七分的，扣扣十六分啦，扣十六分啦，啊，我等来我的五月六号哟，不是啊，今天是56分啦，啊，我等来其实哈，对国外等来一个个检查，一个破啊，哎，那小考怎么昨天56分？你那考五十六？他就很紧张，他说：“妈，没关系，我考56分，可是呢，我很快的把它放在我的书包，没有人看到。”好聪明啊！哎呦，我的安诺跳了，我贺大哥赢家，关键是理由加嘴了。小大哥，为什么你英文那么差呢？我讨厌外国人。那为什么数学也不好呢？我讨厌动斤斤计较。哎呦，那有人什么最好呢？没有。我不喜欢烦恼，所以讲给这囡仔太恐怖了。现在的小孩太聪明。我要讨你讲给用叶爱玲真的出过大概40-50的专辑。我了，现在30几张了，加上那个合集的部分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有了哈，我跟很多人合唱过啊。为什么刚刚叫夜半边呢？为什么你讨你唱歌的时候真正拢半边呢？干部，你是讲多一边，多边一边嘛哈？为什么你只用半边？你另外半边是怎么样？是废掉来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也没有很好、啊，而且你的半边还可以拍照，还可以说拍广告。那贺大哥的半边又不行。有钱了吧？我想你以前有一半巅峰，啊，巅峰一边啦。对啊，所以你嘛半边。你半边，我的半边。我这样哟。不，这个啊，就是说，在你的这种外号里面的这个半边，我就觉得是不太公平，因为他的轮廓蛮好。可能是因为跟那个老公啊有关系啊，因为拍照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拍照有时候 pose 很重要。对了，因为目前那个 pose 都只靠后孔。每个人其实这个脸哈，左边右边的脸都不一样。哎，你干嘛都做故意 pose？ 我们刚刚下面叫做水，你想水的那种，镜头要倒一边，你先跟我讲，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几台，看你要选一台。我刚才去台了呢，哈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哇，好冷酷哦！哎呦，会使搁一个 pose？ 哇，你看麦啊！哎呦，平常心都蛮恶心的。加入我摆这 pose 吧。他啥叶的？他对自己很有自信。对，贺大哥，你也来摆 pose？ 来，摆一下。哎，其实也不错啊。哎，你都要用 parking 的吗？这个酷啊！你咧讲别人，你感觉你吃饭？你看你这外面，郭仔是烟斗。郭仔我有影拢咬下嘴唇，看怪烟斗。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这是相当甜，够难吃。我们看下怀较短哦，啊不比我较宽。你好像孤丘比不过，我还叫做短。啊！你去看费玉清，还唔得命？哎呦！伊常拢讲我比下海看上个长嘞吼。哎，不过你那个单眼皮，安尼一个夹起来，跟柯一航真的好像。我告诉你，来你两。较早杨凡正经够缘投，较早。我知啦。查甫看就是想要个金嘛嘞。你金嘛就要变蓬起来，是不？你要跟你做型啊。金嘛跟他讲。来，你都只单眼皮。我金嘛是为了要配合跟贺大哥到林主持，我无从我大哥面来上。你看我年纪嘛，跟他红眼红嘞话。你跟他有 K 的不？我吧。我今日上主要嘛，现在上主要是咪高唱的歌，咱就需要大家来点歌嘛，对。对啦，因为今天正新节目嘛，对，新时段，新每个礼拜一嘛，每个礼拜一晚上十点半，可能会延到一礼拜一到礼拜五了。现在因为这个老板有在研究当中，现在是王董跟我们在研究当中，王董，不是王令麟哦，不是王军。从礼拜一到礼拜五，其实应该现在是一个半钟头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改成半个钟头而已。我靠呀！我就是15分钟。这样难啊，人绝对没有十全十美的。我讲，你是讲我掉档，你是好难出瓜，你是讲你把我们像这种个头啊，因为瓜管一点嘛。个头今天讲起是属于这种残障类的，我是讲人属于不高个掉了。但是你看人唱出来瓜，180-190嘛比伊较差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以前条件未歹啊，起码起码恨天高情感，你讲我真多呀，不是啊。我的歌段，你有感觉讲，都是一般高的，迄几个唱的上好听。像冰冰姐、白冰冰，嘛是陈小云，哎，陈英杰，哦对，哎，卢伟，对啊，张清芳，哎呦，小亮哥，哎，小亮哥的梁启，确实较差一点嘛，纯粹用袂歹，残而不废，也是残而不废。所以用观众朋友搞点一条歌安尼录啊，你看拼开才灵好。我讲嘛，这个吼嘛，讲到这个要唱歌就开口哦，咱查甫人要唱不一定唱会赢。我讲，对啦，不过我咧感觉是安尼啦，就是讲叶爱玲最近那个够强气一个，对啦，气冲何来咧？哎，因为最近听讲要开个人的演唱会，啥
问是伫倒一个所在咧开？啊，国迄落国际吼，迄个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。会议中心日期是定在9月24、25。好，起码得在上网进去买。啊，无这个书局嘛买有。哦，书局也买有了，对吧？上网买再买，你也赶紧，无你真正买无啊。对啦。你也超过25号以后，你就绝对买无。哈哈哈！这个真性的每一个西欧房大会。无呀，西欧。客店，客店哈。哦，书房。书局啦。书局。啊，你嘛买两包，跟康，哎，买两罐康贝德，听讲上一，上一边那个卖掉。都别讲啦，卖都别讲啦。这是，这是。哇，这筹备多久了？现在筹备已经差不多快半年。快半年。哎呦，就是这个很多地方都在改改改，他妈让它变成最好的。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呢，我们台湾第一个在这个体育馆呢，这个开演唱会的，开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在体育馆开过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无人再出其右。对，为什么？刚怎样？哎，想多了，因为他跟他西游去。对，那你看当会你懂吗？对啊，南京东路。哦，你就料料了，我两个组了对吧？对啊。田光要够能 A 组嘛？有了。哦，没。今天没艳芳。啊，今天是一个 Steve Wonder。哎，那是的，就把酒矿没丢，啊，今天是贵气。田光碰到三国龙嘛，马背嘛，不也不得。所以讲，演唱会对个人来讲是一个上荣耀性的一个对人生的规定了哈。这一次，我跟贺大哥一定哎。请你给我们招待券去看。你只能拿一百张吗？一个人要买100张。你一百张，我出手那可能一百张。我提一张发票，你对着他弄你。无啦，意思咱上少要买一百张。但是我是个人无问题啦，贺大哥的朋友可能较少啦。讲为什么？我嘛是进牛团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我嘛进牛团的。国际演唱会真正好，大家个旁听。对啦，国际会议中心9月24。大家去未？哎啦！哎呦，哎在讲呢，不是我讲，真正你问大家嘛拢会，哎不，哎呦，有想要去无？有哦，也是演唱会有够赞无？赞哦！会记得几日未？得记得哦。是九月二是怎样无？古历个是历个哦。是满年哦，我你讲。好啦好啦，但是演唱会呢，一般的歌手都会对自己的体力做一番这个调试啊，哦，需要运动，戒烟戒酒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呢，我们听听看到底你这种体力上能不能达到这种演唱会的水准？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其实每次看到叶爱玲唱歌啊，就会燃起我们唱歌的那种欲望，有没有？那种歌瘾就会跑出来，有没有？啊对啊，贺大哥，我连面你嘛跟我唱一下吼。好了，规矩安尼，咱三个吼，我以前是歌唱比赛，贺大哥也是。哦，你呢？当然，我也参加过歌唱比赛。对啊，规矩今日我拼一下呢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来。我观众朋友来感觉讲，到底是多一个才有资格来开演唱会？你敢好意思？那人家，你顶个你以前歌唱比赛当时，你捌得第一名无？当阵我得第二名。哦，啊嘛足好，啊你嘞？我得第一名。哦。什么？你那讲话怪怪，比我表姐，伊明明我感情用错掉诶，喂，你是不是来一拜诶你啊？所以今日有观众朋友来点歌，你点了，阮三个一人唱一条，三个来拼看卖，看有啥物叫做比赛歌曲。好，好，来，观众个点歌者，哎，什么歌啦？嘿，爱玲小姐唱台语诶，暗淡玫瑰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啊你，既然观众朋友点这个。暗淡玫瑰嘛，就由你来唱。好啊，好啊。可是你要用那个叶美娟来唱。你是讲歌唱还是？嘿，那种歌唱比赛感觉。OK。歌唱比赛时，我嘛是唱台语的啊。啊，你咪是？我唱一条叫做《离别的公用电梯》。哇，一条歌无好唱嘞。这种感情歌。对啊。你是那当阵嘛歌唱比赛？你真心明嘛？哎呀，你陈景亮就是。对对，我省立瑞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。靠，要我们塞了。谁讲一句？是自家所在那么臭蛋？啊！得到现场的观众朋友热烈的鼓掌。会使讲这个比赛，会使讲免阁比落去啊！深深这三个表演，咱就知影头一个名，就是咱叶爱叶美娟，第二名呢陈景亮，你用淘汰出局啊！啊，我嘞，你唱歌啊，动作你有感情啊！你我讲啦，你啊拢无变去，你安尼哦，你唱这歌呢，每一个人跟调安尼袂准，你用一块歌，三个人拢有唱着，安尼才有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刚才他选曲错误了，因为我们两个选的那个歌。伊头到唱你条歌是我一生听到唱上好一摆呢。这是真的，真的。
真的真的啦，虽然去。你啊，你去。哎，是我光凊彩唱尔呢。没有，我看你做认真的呢。我哪有？你暗在唱歌。哦，安尼哦，系啊，系啊，你啊用这条歌去歌手比赛，应该得名，什么名？不然，那用这条歌吼，对啦，三个人拢唱同款。这样比较公平啦，因为他刚刚选的那个歌吼，伤过温嘛。啊，你比方听袂出讲到底什么人好好咧，都拜拜咧，都安尼啦。歌歌有感会。咱唱这条歌吼，国台日安尼就对啦。就是三种语言的对吧？三种口音对吧？啊，这种歌就多啊。这种歌就多。对，蛮多的。有一条歌，那布袋戏真流行的。布袋戏。苦海。鲁迅流，米拉多马吉布鲁斯。哦，这个有日文的，有日文的，这嘛有台语的嘛？那我跟你讲，那日文你唱，那我来唱这个，看台语来过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买来啦？那伊的水准哦，唱几句唱会较勉强啦。这样子，你唱邓丽君的国曲，你想，我你讲，我你讲，你来一个，你来，你唔当鬼，我要甲你当鬼，你安尼谁敢当鬼？我唱日文的，他做了分配好，你唱日文的。啊，我唱台语的，你唱国语的。你国语啦。你还惊？又看到又来又见面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杨秀慧，杨秀慧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种感觉就真正好啊！大家拢真喜欢，真客套呢。不一样，没有，客气本来就应该的。对对对，好像一条歌《马车夫之恋》。哎呦，笑笑笑笑叫。那个不是开玩笑，对，是我们过去在台视三朵花歌唱比赛冠军歌王，大开玩笑。土台福先生，谢谢谢谢。没有唱《恨你不回头》就不错。对，又听到我们。爱奴这条，哎呦，布袋戏样啊，来，又是唱闽南语歌，在外带唱原住民的这个版哈，哦喂，第二首歌，日本歌曲啊，我怎么听起来好像原住民的音？因为里面有一直在卷舌，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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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原住民同胞舌头都好会转，好会转，功夫好好，对对对对，当他的老婆好幸福，好幸福，不辛苦，洗了他穿几件水啊那样了。那么人穿几件嘛，做厉害，大力。你这不能说这个老公这个像牛舌饼一样也不太好啊。如果两个男生唱得再好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总是臭男生嘛。对，还好最后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出现，你看看，身材又好。可是女生唱歌声音怎么比男生的声音还要沙哑？怎么这样子？哪有？因为我吼阴道发炎啊，用音量太多了啊。最近什么？因为最近一直主持晚会啊，所以有点烧香。烧香了，对呀对呀。不过以这种身材出来，大家都很有看头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吹唱歌，大家也袂听到我的歌声啊。当然当然。大家目睭看嘛是固定迄个所在啊。对啊。我太了解恁这查甫人啦。我知恁这查甫人听听伫个什么所在，爽快爽伫个什么所在，痛经在哪里，爽经在哪里，恁那哪到恁的开心花我拢了解啦。可是今天请到三位，就想要秀场的一个文化。嗯。早期哇，那个秀场里面没有康大哥，没有俊拔，那个秀场哪能看呢？对不对？秀场其实杨秀慧好像那时候我还小，你是尾巴才进的，尾巴对对对，他比较小。我出来虽然他是他们因为他家庭的关系啊，很早出道。阿 C 大哥，对对对对，我出道的时候实在那个西餐厅歌厅都要没落了。但是我怎样好一当中那哦，哇，康宏大哥那时候好红哦，他是兔宝宝嘛哈，就这母乳啊、母七啊、酒店的迄查某囡啊，为着要来个捧场，佮讲啥呢？讲什么？我囡仔佮今嘛，我佮永远会记的。他那时候两颗兔宝宝牙齿，你讲要唔知要开偌济钱，要佮买迄两颗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印象啊。我跟你爸爸印象最深的一次，都很久了，差不多27年前、28年前。你爸爸、于天还有石松，我们四个，好印象永远忘不了。怎么样？饭店里面停电了，我们在饭店里面打麻将，停电。最后我们四个男的脱光光，一丝不挂，都没有穿衣服打麻将。打麻将，哎，那腾腾腾啊！哎呦，哇，那是谁照亮谁啊？金牌馆，金牌馆，你就听卡二调到一个，你要匹配，站着胡就可以了，站着胡就可以。对对，而且这个点子是你爸爸讲的啊，真的。你爸爸年纪最大啊，哇靠，尤其石松，你看那个汗一直流流流。我做也早见做真久啊！我今麦是才讲伊是这款人哦。你爸对，你爸你跪起山东腾腾腾腾腾，你腾腾腾，没变咯，没有外人也没有女孩子，就我们四个。雨天也喝了一点酒，好啊，来呀，谁怕谁呀？没啊，别来逼，大概来逼也逼垮买了。哎呦，腾腾掉，电话按钮都无差。对啊，无差。四只手电筒在照。没有，冷气坏了，有电，是冷气。冷气派气。尤其夏天哦，真的很热。所以以前个人爱播就是安尼，有当那个播歌安尼伤过。爱播嘛，爱播较早讲起，我跟康大哥有一段哦，嘛讲爱播哦，这样想起来真好笑。就我们有一次在高雄做秀，做完秀是那天晚上就是第二天要到台中做秀嘛，是吧？然后他就到我们一块去到那个老板家打麻将。
打打打打到早上，第二天早上差不多十点钟，我说，哎，啊，港红啊，我们到时候台中啊，这样太早了吧？我们再打一冲，打完大概差不多12:30，我们开车到那边去，刚好2点作秀刚好。哎，我说我很累，受不了，哪受不了？我帮你开，我们大家轮着开也没关系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就打打打，哎，打到快一点哦，上高速公路。到仁德收费站还没到，听说那一档还是兄弟档，兄弟档，那兄弟包。从高雄要到台中啊，第一个收费站还没到，他就睡了。哎，港话啊，还换机关门过来。我那那其中人被不要倒亏钱了，那对不？是是。因为人啊困起，等下对人困。对啊，我讲啊好啊，无休困钱嘛，好我看时间咧走路间7点钟就到啊，明天就开起，啊像开美国车嘛。冷气一开的话，温度也压关，我就把窗户通通打开，我们两个就睡起来。听说你们两个脚都放在窗户外面，睡到最后是被雨淋醒。晚上9点，晚上九点。恐怖是因为我是兄弟包动啊，你两个这两个死因啊，是那个金马瓜没来的。你跟人家说啊，他这个人很坏，就出一个鬼点子。哦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就制造一个车祸啊，假车祸，是车祸就是，我们去。去医院包扎一下，包扎一下，他叫我弄，对，他没关系，大哥你弄了，你弄不要被别人像，你的辈分呢比较高，他们也不会，我这会人家可能会我就稍微修理我，我就包一下，好像是稍微骨折，他不是他就是整个断掉这样，对，就弄好去，出车祸这样，拍死啊你哈，出车祸，还要去一台头盔不能花心的，哐出车祸算了，他就这样绑，可是那夏天很热，他第二天呢就把那个石膏换到右边来，一到后台，哎，他被攻，奇怪，看我啊，昨天你不是左边吗？我没有，我右边没有错，第三天又是换脚了，那换脚是乱讲的，没有弄错是，弄错是真的，换了脚是，表示贺一航聪明了那时候，对呀，也不是那个受不了很热啊，受不了。我讲康宏出头告捷啊，出头之后，哎呀，有一届吼，我对台中嘛是连米。是，诶，要去台南做工地秀，一再老周啦，系，哦，还有张飞啦，系，啊，还有一个李敏然，哎呦，哎，伫迄个高速公路232路段，哎呀，货车咧，兵车咧，在唔在？嗯，哦，兵车，兵车啦，哦，不呀，迄个前头前哦。向后边，向后边呢？哎，我甲纪宝如吼，啊甲托一方，我包车落去，包野鸡车，哎，甲纪宝如人阿妈，哎呦，我看到迄个车，迄只车向那汤红诶，伊搁徛咧路边，你知毋知？安尼，我昨日叫伊计程车紧停落来，我昨日撞过去安尼，迄人来惊着吼，敢那拢下一站安尼，揪起，我咧看康宏差不多变成安尼啦，规揪起安尼，啊，然后做向要求，打电话给银宝阿贵啊。哎，你老公出车祸了啊？啊，这么人嘞？啊，拍死了！用背包看你路边啊！嚯，哎呦，在哪里讲？靠，搞要膝盖一直顺哦，包车落去啊呢？哎呦，结果无影，无影，好。第二天，那很细薄。第二天老好做啊，上台，一日上台也不唱歌，放下台都放去啊。哎呦，在那边摆架，摆起来摆。我也袂像有人讲一样，因为这严重的物件吼。其实那个，我想起了，其实啊，所有里面刘福树的胆子最小。真的吗？对对，我们台湾有几个艺人，我看他把把子的胆子很大。国内的飞机不坐的，我跟你讲。刘福柱一个了，张飞、谢磊一个，谢磊不敢坐，黄西田呐，哎呦，我知道，黄西田蛮惊啊，国内的飞机绝对不坐，说不安全，啊，对不对？胆小。那次我开车，刘福柱坐旁边，李敏然跟张飞坐后面，哦，那我是闪一个车，结果那个车没有看到我，他过就是过道，一过道，刘福柱，我是被刘福柱那个吓到的，吓，吓。那个方向盘的整个，哎呦，刮开！因为它是内线，它是内线，我在屁股。后来我想走右边把它过去。刘福树，哎呦，好比看的什么鬼还，我是被他那个声音吓的，那个方向盘整个打到360度，一打那个车要飞出去。后来我想不能，我要把它拉回来，那个车整个这样子。就这样转哦，不说都不知道刘大哥原来胆子这么小。啊，你知道他从来不开车，车到最近才开，还开得很慢。你要都保持50、60，差不多啊那个。是啊，
俊宝，我印象中心的爷哈，我都挺尖的那种的爵宝。我那个腿怎么可以歪成这样子呢？小动作，小动作很多，漂亮。所以现在什么大 S 小，尤其是小 S， 说他可以做十个鬼脸。嗯，对呀、啊，那如果说我们俊拔来做鬼脸的话，他可以做十种中风的样子。对，其中一种是你那一种的。然后如果要做鬼脸的话，有可能吗？可以做几种？哦，做鬼脸哦。嘿，好 ，S I 啊，有啊有，哇，这种，啊啊，哎呦呦，这还真的中风了，你看看。奇怪，哇，厉害厉害！所以他这种脸不能打肉毒杆菌，一打就表情没办法做了，僵硬就不能做了。对对，其实因为松垮的，而且哦，不把你们三个聚在一起，都不发觉你们三个真的有点像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跟康大哥还有赫赫大哥，三个脸都我错了几个哦，你蛮讲得紧嘞。你这三个大波的面哦，拢比大个啊。嗯 ，no no， 那杨秀慧最厉害的就是一样，暗灰啦，细骨连啦啦，高岗旁顶位啦。好，我给你归结安尼啦。如果说今天康大哥跟方俊大哥两个人要做一个节目，哎，咱今晚准备讲欧罗，准备个做些酸团，别安弄酸团。把这动作是这三病来个酸团，别安弄酸团。好，动作三病。哎，不，你两个先卡到底嘛。好，来，两个人你做些酸团哈。好来，哪个呀？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你报告各位乡亲是端2300万同胞囡仔，即个我知影真薄吼。咱的这个啊兄弟姊妹，大家拢斗阵来收看，即马惊天动地，有一个真正有够好的节目，就是咱康宏甲方俊联合主持一个咱综艺性的节目，里面的节目内容实在是真精彩。来宾有男娘的夜段，爸爸牵电线，大家拢播到晚12:30才要来解散。内底有迄个米的灶碗的号徛西顶，伫咧车奔道。尤其呢，阮的这个方俊哥哥甲康宏哥哥，尤其有这个特技的这个表演，会当喷1000块下骹造型角啊，会当喷飞人机放卡达车，会当喷鸡卵生鸡仔囝。那么这是绝技的表演，真久才有来一摆，无看真无彩。看会到高道口换一招，叹袂到规心肝化解忧。老人看会到食百里，囡仔看会到好油脂。哎，记哦，准时收看哈。哎，这是名是叫什么？哎，我知。啊，你若无讲，恁要号做什么名？不，你也是个号一个。个号一个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号这个名应该是未歹啦，一定会一炮而红。哎呦，名就重要，名真重要哈。叫做来贴好仔，千万唔通倒头仔。合作两个无路用的查甫人啊！你没有用，怎么知道没有用？我比你呢，是没后能够的兵将点啊！对对对，速度快，而且听得又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哎，这个厉害，而且很有逻辑的。第一问到哦，你唔知哦？你问街头问讲杨秀慧到多少几间人来带鸡尾去啊？啊，你有？中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中部搁较侪人知影。我小怕唔捌赢，小妈唔捌输呢。所以总统发一个白变给我呢，马王之王，无马头壳王呢。这个行行出状元啊，对不对？这种的，正老苍的买单出脱了。不是，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没结扎，跟他就避暑呀。不要嘞。嗯，讨厌，拉链在后面，不要停嘞，好不好？你不叫我结安尼，我无法度。无法度，够性关。我是真性情，你讲起码找个囡仔，讲洗着水水啊，要叫烟沙灰，绝对唔骗。绝对唔骗的。我操，你这水性在个后边烟沙灰被都扯，转头是全咱这边嘛你啊。无啦，杨凡大哥，你水个靠背去。不是啊，你来讲。就是在这坡。四位好，两组呢，一组是大家很熟悉，就是经常在这个 KTV 里面呢、啊，这个对唱情歌最热门的《情难登》帮韦庆也朱秀颖啊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另外这一组就是二人组，伴奏都是老虎，伴奏二人组。是，这个又推出个人的这个两个人的专辑。哎呦，对啊。邱云子嘛推出新专辑，对个人专辑，还有什么叫个人专辑？你跟他个人，这次是个人拆开了吗？拆开对了，为什么要拆呢？有七首啊，七首里面简单讲就是12首，三首是跟他对唱的，因为按个邀请嘛，重资礼聘啊，一个小官呐啊，没有，到底那口官就不用了解，下面叫做。给小官，六七个手臂，咱差不多个头给提啊，偌钱？太秘密了。这钱还讲啊？是啦。啊，其实我这个呢，出了是精选集，精选对第一张的精选集。哦，就是把以前重播嘛，重播的意思。重播，里面还有新歌，没有修行歌。你看一波来讲新。这个精选集哦，都大概是重新要编曲了。嗯，是啊，从以前的歌好听的歌，跟老早啊，对，各选几条好听的歌来搭配在一起。对，你现在我讲的公司对伊较好哦。
谁来讲？人伊穿皮鞋，咱来穿运动鞋，真啦。哇，你讲差。是啊。运动鞋。各大各头咧，跟你讲，你两个咧打波，那是对啊，你吼。哇，这么混出来啊！你打波一早好一块。是啊，不是啊。啊，像贺大哥跟凡哥，你两个嘛是合作，你两个嘛是打波的啊。对了。不过但是凡哥已经嘛先破，凡哥已经勇敢站出来了呢。对。我们没有资格站出来了。哦。对对对。我凡哥吗？凡哥这一次也很特别吼。有一首歌曲啊，听说有一条歌听讲是国语歌，网路哎，对我们这次呢录了一首这个国语歌曲，是是，对，下面我名叫做小强怕拖鞋，对，这是阮板豆两人组吼出道三年哇，第五张专辑第一次尝试，那是老鼠爱大米，以前嘛是小强怕拖鞋，可惜凡哥为什么也出小强怕拖鞋，这个也是应大陆网站那边吼的邀约，哎呦，对他就是特别不让老鼠爱大。米啊，专美于前是啊，给我们过下棋啊，给我小强怕拖鞋。哎、欸，目前那个全国当了已经六十万次了。对啊，六十万次啊，六十万次。你们每天涨，每天自己下来不会很累吗？不会不会，真的。不过你涨在都还摆了节目工五十万次，刚有第六十万。啊，起码最新消息，最新消息六十万次，六十万次。不是，不过我们让新人多一点表现机会、欸，这个是最重要。阿哥搞去过，谢谢大家的参加，我们今天的点唱秀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大哥，你时间都讲过，讲过差了，差不多了。所以讲，你看麦，阮这节目真正对艺人的好处，你懂吗？谢谢，真正有新歌，你就尽量来拍。啊，真的真的。拍完节目结束了啊，你有冇？对啦，你新歌观众朋友爱听新歌，对。其实有人讲爱听老歌，有的新歌嘛是好听嘛是爱唱啊。爱家己新的歌手。所以阮嘛无讲什么话叫您讲啦。你看阮这节目好在倒位啊？朱启林配合好在倒位啊？你来讲。别咧，别讲哦。我别叫人讲这，就歹讲诶。干嘛呢？要讲实在话呢，怕伤害到咱节目，是对不？啊，要恶露的，有当时要讲讲个你歹势。所以你意思我了解，咱两个主持该讲好了哇。无啦，这正经好啦。我起码有影，定咧讲哦，宣传机吼，真的要好好的宣传，我唱片卖得好，后台唱片的记录就足高呢啊。是是。对哇。啊，今年咧无上尾啊吼，咱个请邱云子甲陈忠过来安排一条歌好了。不，安尼我来调。啊，有这条歌呢，伫这个 KTV 正红诶。你的选，我的选择又还是你。你的选择又还是我。啊，你，啊，是你的选择哦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，陈总？我的选择又还是你啦。对，我是讲你嘛，我是讲我的选择嘛。啊，我的选择又还嘛是这个 money 啊。